抓到这违法电动玩具，电话马上到，所以这基层的警察要哪办？要办，面顶都压落来；唔办，对家己的良心对不起。前校长李顺良泪洒摄影棚，控诉非法电玩的猖獗。严家接着又被爆料和在地游艺场关系紧密，也让外界好奇这类非法八大行业屹立不摇的生存之道。那大家都是想是这样子啊，电玩十年啊，算打到口说降十年啊，那你公安比例起立后降降十年，然后比例降降十年，是这样子。电玩业互相投入资金，成为圈内常态，彼此吃下盈亏，形成共生共存的生态圈。就连账面盈亏都会一起分摊。那个部分也是这样子比较辛苦，因为有些会农场跑来跑去，那一百万里面我，因为我有变成普通的，但我这家厂子这家店面也会来农场，对不对？我就在这边前面做一个交流，然后账就可以对半。非法赌博金流要顺，黑白人脉贯通是关键。2013年，张广元电玩集团按月行贿员警避开稽查，还让他们插干股掩护赌博犯行，全案甚至涉及三线一星的高阶警官、检察官啦、警察啦、议员啦、司法贪腐两处次，议员越让被掌管都市人知道的法榜啦、议长权力最大。插干股文化如同缴交保护费，台面下的黑白共生势力盘根错节，利益更是庞大到难以想象。三立选举汉民王彦廷台北报道。